净宗庙，庙在哪里？就用一句佛号，不善的念头起来了，不善的言论、行为，他警觉性很高。第一念不善，第二念呢，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是万法之善根呐、海贤老和尚告诉人呐、老佛爷，他口里的老佛爷就是阿弥陀佛，老佛爷。是我老和尚的根呐、他知道了，他明白了，我们不知道，现在社会上很多人，你去问问，你去调查调查。什么是你的根？这个话可能呢，他听不懂。换一句话说，什么是你最需要的？他一定会告诉你，钱。现在世间人的根呢？是财富啊，不是阿弥陀佛。财富是不是真的是在跟呢？他在做梦啊。为什么他得不到？佛说得好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。这意思是什么？这意思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真的东西生你带来了，死你也带去，那是真的。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的，你把它当作根，它必定现你。永远在轮回里面打转，生生世世永远离不开轮回。那是轮回的根呐。我们要去悟。